饭后十分钟，有趣又轻松。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作为一个以悬疑、斗智、推理作品苟活至今的 UP 主，由于游戏在今年初就已经有小伙伴给我吹耳边风了，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很一般。特别是像我这种看过非常多大逃杀类型的 UP 主来说，由于游戏在其中都是非常普通的。接下来说说我个人非常主观的看法，不喜勿喷，欢迎理性讨论。首先，即视感真的太强了。由于游戏真的不是诚如神之所说和赌博末世录弥留之国爱丽丝的缝合版吗？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故事简介。由于游戏讲述李正宰饰演的失忆中年人，由于背上巨债，不得不进入一场大型大逃杀，几百号人一起被拉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断参与主办方设计的小游戏，输了会死，赢了分奖金。由于活下来的人越少，分到的钱越多，逼迫他们在努力游戏的同时还要进行自相残杀。Loser 没有价值，被迫参加赢取高额奖金的游戏，开始是你吗？葛鱿鱼游戏再就业是吧？第一个游戏123木头人，大家讨论最多的游戏，完全就是简化版的诚如神之所说的不倒翁的游戏。有网友在网上对比了一下，大家感受感受。组队拔河游戏，也就是我斗智漫画讲解合集的龙宫享乐篇，也是诚如神之所说的组队拔河游戏。高空踩玻璃过桥跟赌博末世录高空过桥有异曲同工之妙，弹珠游戏的本质也和弥留之国狼和羊的游戏本质几乎一致。如果说一两个游戏参照一下还在借鉴范围内，这么多游戏都一样，是不是有点借鉴的过多了？然后正所谓货比货得扔，由于游戏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人性刻画恕我直言，在赌博末世录和弥留之国爱丽丝面前真是往后稍稍。我们就拿高空过桥这个做案例，在鱿鱼游戏中基本就是强行拿人命来怼活路，这种冲突和刻画可以说是超级简单而粗暴。试问谁会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付出生命啊？好不容易中间有个老工人能够识别玻璃，在这里完全可以加一个，哎，任何工种即使平时不被人在意被大家忽略，但是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多种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得你这种是 bug， 灯给你关了，强行要你死。那你这样碰糖游戏男主角率先发现舔糖的方法，你怎么不给他一枪毙了呢？电锯惊魂老爷子就说过，绝对不设计必死的游戏，一定有某种方法过关的。结果高空过桥，男主就纯运气好，人在前面死完了，路也铺好了。你总不能说这是暗喻一将功成万骨枯吧？这也太搞了，那可真是有够抽象的。然后我们对照一下赌博末世录开司过高空桥，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反正都没钱要社死了，不就是在大楼的钢管上走走吗？结果上了才知道，比起没钱的恐惧，果然还是死亡的恐惧更重要。强大的心理刻画，明明大楼上都没有风，却时刻感觉有风在吹自己，恐惧让人根本迈不开脚步，偏偏主办方不给你匍匐的机会，只要手摸就会触电，你只能硬着头皮走。但是在极致的恐惧下，反而才凸显了人性的光芒。有个人知道自己铁定过不去了，自己没有这种勇气，他给开司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自己的家人，哎，具体我有点忘了啊，大家见谅。然后明明恐惧的都不行了，为了不影响开司，硬是掉下大楼，没有一点声音。绝望中又有人性的闪光，这才是一部大逃杀该有的样子。而由于游戏呢，坑埋了很多，但是一个都不填，即使是为了第二季，也给人感觉太过敷衍啊。你说妹子牺牲的桥段啊，两个妹子演技确实不错。接着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内核。由于游戏商业上无疑非常成功，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它很普通，就是它传递的东西太羸弱，很强行。这也源于它游戏内容不够丰富，人物对峙太简单，唯一的斗志就是组队拔河那里了，看了我都是哭笑不得。回想男主胜利，不是运气就是幕后老爷子送胜利，基友自杀，整个游戏没有对自我反思，反而是双标的不行，让人有点反感。你说你之前是个 loser 也就算了，偷老母亲银行卡赌博，明明有钱送女儿正经礼物，却因为抓娃娃送了个手枪，关键就是男主还老是自我感动，我是有大爱的，你们不懂，我下次就给你们更好的，而且没有一点觉悟，老母亲都病重要离开人世了，前妻那边男的给了钱，男主还一脸尊严受到影响的样子，钱不要了，既然尊严这么重要，那输了还被人扇耳光，还一副你继续有本事打耳光把我打死。前期塑造的这么恶心人，我想的是在死亡游戏中逐渐了解到过去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人生一文不值，如果在死亡游戏中活下来，是不是意味着人生有重来的机会，这次一定要过好人生。这点在弥留之国爱丽丝当中就有很好的体现，男主刚开始也是有点厌世，觉得自己存在无意义，在不断的打击中，在不断的游戏中不断成长，
不断询问生存的意义，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最终得出结论，人生不是要多么有钱，要多么有权，而是与何人共度。你可以质疑这个结论，但好歹人家也得出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反观鱿鱼游戏男主，我的天，弹珠游戏我还以为他一直照顾老人，面对老爷子会心软，然后老爷子觉得他有意思，所以大结局邀请他过来辨别人性本恶还是本善，这逻辑才合理啊。结果男主直接就耍赖，那后面还测个屁啊，那他跟在场的游戏人员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说明人类无可救药，都是自私自利，想着自己。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升降楼梯也是这样，撒谎欺骗别人，番外男主欺骗别人，以为为了生存自己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良心大大的不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被欺骗的一方是多么轻松啊！最后过关的解题方法是团结互助，整个过程戏剧感拉满，让人大呼过瘾的同时也会由衷的思考。由于游戏男主耍赖也就算了，但他还看不惯自己小时候的兄弟，责怪别人牺牲自己，责怪别人心狠手辣。我的妈呀，网络键盘生存法则是被你玩明白了，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是吧？要不然就像欺诈游戏小子一样，虽然前期圣母观众有点难以接受，但人家始终如一啊，无论怎么被欺骗，面对怎么样的环境，是真正的向善，所以才会有秋山最后代替作者向观众为小子证明的投标扑克游戏。是的，按理说在欺诈游戏中没有人会想着会跟他人协力共进，然而无数次的游戏，无数次的欺骗，无数次的背叛，让所有人看清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唯独小子不会背叛自己，唯独只有小子可以信任，所以大家才会全部来帮秋山，协助秋山完成这个计划。但同时秋山也告诉小子，怀疑不是坏事情，怀疑的真正目的是通往信任。前面那么多次游戏，小子在我们观众眼里就是拖后腿，但是也是这次秋山的发言我们才反思，对啊，小子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秉持着那些人性的闪光点，同时也庆幸有秋山生一保驾护航，他们相互拯救，相互成全，小子后面也开始狡猾，秋山也再度愿意相信他人，他们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读者也获取了力量。赌博末世录中设定基本都一样，都是大人物就喜欢看小人物的挣扎，开始在猜拳游戏中先被欺骗逆转，又被欺骗再次逆转，其中的博弈策略精彩程度我们就不提了，最后开始流着泪怒吼，损失利益金钱信任已经被你们烦死了，那些话说的越多我们就越丑陋，一直爬着，我们一直在人生的低谷爬着，那些让我们互相厮杀的家伙们越是计较利益得失，越是想着算计他人，就越是让他们暗喜，正中他们的下怀，难道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我们是人，活生生的人，不是供人玩乐的工具。旁白说道，抵抗那是人性最后应该坚持的底线，不被跨越的抵抗。当然由于游戏是商业剧，图一乐图个爽快，确实没有必要去深挖内涵，可是他的游戏内容也很一般，我也没觉得故事有多爽，反而是故事也不扎实，探讨人性也是浅尝辄止，都差点意思。单纯爽快的话，起点很多无线网文都能把鱿鱼游戏吊起来打。那个所谓的反转，参赛者也是幕后大 boss 的戏码，我们在看过电锯惊魂以及无数悬疑电影后都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有点想笑了。最后鱿鱼游戏有没有可取之处？当然有，一流的服化道、摄影、布景、特效、音乐，虽然他的故事经不起推敲，但是他故事陈述递进的时候却很容易将你带入进去，这也得益于剧中优秀演员的演技。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要提一下，就是工业化制作，没有花里胡哨的表现形式，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就是讲好闯关游戏，卡在悬疑类型片入门与进阶的十字路口，易懂好看，配上铺天盖地的营销，恰到好处的二创，让全世界的观众为之着迷。韩国正在走一条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道路，注重编剧，深耕内容，充分竞争，挖掘不同题材，我们呢还搁拉跌 buff 呢，一部剧恨不得把所有流量明星都拿来客串一下，即使是主旋律电影也不得不为了让更多人关注而妥协。据说网飞决定明年追加5亿美元继续尝尝韩国除了鱿鱼游戏以外的其他菜系。论题材，论文化，论历史，我们国家的创作者本来是睡在金山银山上面的，根本不需要动脑子，很多框架的东西拿来就可以用，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好剧仍然如此之少？我们的类型为什么总是那些家长里短呢？那是因为在分级制度的基础上卸下束缚，充分发挥创作自由，目前仍然没法实现。由于游戏的爆火更加说明如今的影视的竞争是更为全面的，不是说故事内容好就一定能破圈，就一定能爆火，强大的宣传外加有看点的内容照样能点石成金。
可我们现在好多影视从业者连演技有看点的内容都还没琢磨明白，文化输出任重道远。像由于游戏男主的衣服，就有韩国教授碰瓷说吴京的衣服是抄袭的。一方面我是觉得韩国人的可笑，弹丸之地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和内涵，靠不断虚空兑现增加民族自信心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由于游戏的缝合不叫缝合，叫借鉴，剧中衣服偶然的相似就是抄袭了。韩国人双标一直可以的，看看他们的体育精神就知道了。但另一方面也是遗憾，外网很多人还真觉得确有其事，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不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谁宣传到位就像谁有理似的，整得人很憋屈。希望我们以后也能产出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让全世界都能体会到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对这类大逃杀加斗智的内容很感兴趣，可以看看我做的斗智漫画讲解合集，其中分别取了多部优秀斗智漫画的精彩对局，大家可以看看入个门，再判断一下要不要看相关原作。我的这个合集名字叫巅峰之志，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应该不会让你失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么么哒。